遥遥万里，他为什么要来到中国？倾家荡产，在这里他能否找到生的希望？丹麦老人在中国讲述不平凡的生命故事。健康之路周刊，万里求生正在播出。这是一张普通的家庭照片，照片是丹麦姑娘西格尼和姐姐带着母亲郭林到美国求治胰腺癌时拍摄的。虽然照片上三人都带着笑意，可是每当看见照片上母亲的脸，西格尼就心如刀绞，因为照片上三人的笑脸背后是一丝怎么也抹不去的绝望。为自己操劳一辈子的母亲此时就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让西格尼怎么也无法接受。他只能等死，无论如何都会死。母亲即将离他而去，女儿该怎样才能拉回死亡边缘的母亲呢？为了帮母亲找到治疗的希望，西格尼几乎放弃了工作，每天都在网上搜索治疗的相关信息。西格尼告诉自己，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希望，他也不能放过。在丹麦，他们唯一能够提供的办法，延长生命的办法就是化疗。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事情，但是当你只有很短生命的时候，你只有去找更好的治疗方法。互联网非常神奇，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天，西格尼忽然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名叫丽娜的患者写的文章，讲述她在中国的治疗经过。这位女士患胸椎软骨细胞骨肉瘤，在丹麦接受手术，术后病情加重，下肢瘫痪，转往美国接受高剂量的化疗和干细胞移植。瘫痪治好了，但是并发了败血症。经抗感染治疗后，败血症是好了，但是肺部和胸壁出现了十几处转移灶。她来到中国，在广州复大医院接受治疗，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现在丽娜很健康，不仅回到了护士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还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这些文字不仅让西格尼眼前一亮，他马上给丽娜打去了电话。我上网找关于中国不同治疗方法的链接，我阅读了很多，让我感兴趣的是发现中国能够提供更多更广泛的治疗方法。我跟那个曾在复大治疗的丹麦人谈过之后，他确信认为我们应该去中国。但是中国对于居住在丹麦哥本哈根的郭林一家是如此的遥远。虽然2008年满世界都在宣传北京奥运会，但是对于中国，对于广州，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我的整个印象可能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已经知道毛泽东了。我现在身上穿的东西用的东西都是中国的。由于丹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多，所以郭林一家对于中国的认识依旧是贫困落后的印象。而且中国的医疗水平到底怎样，那里能否给母亲郭林带来生的希望，一切都是未知数。到中国就医，他们特别的担心。我们非常非常担心，因为当您生病的时候，您出国会更加困难，翻译也很麻烦。我们不知道中国到底什么样子。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一家人的面前。地处北欧的丹麦人口600万，90%的人属于中产阶级。丹麦属于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全民享受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丹麦政府规定，如果患者在本国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可以选择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就诊。在这些国家就诊的费用由丹麦政府支付，而中国根本不属于这些选择之列。就去美国看病，也要看是哪种病。你去美国治疗的话，丹麦政府出钱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一些病可以，你必须要联系联络一些特殊部门的人，
他们要评估，要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能得到什么福利的一系列问题是否可行，非常非常难。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郭林去中国就诊，那他治病的所有费用将由郭林家自己承担。由于平常生活福利优厚，丹麦大多数中产家庭并没有很多的存款，即使下定的决心去中国，所有的费用对于郭林一家也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是中国能不能去，二是去中国治病的钱从何来，两个巨大的问题摆在了一家人的面前。我们说政府应该为我们去中国治疗付钱，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这笔钱。当你生病的时候，钱的确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死神正在向他急速靠近，难道他面临的只有死亡？母女情深，艰难抉择，能否带给他生的希望？健康之路周刊，万里求生正在播出。眼前的困境不禁让母亲郭林想起自己被确诊的那一瞬间。医生告诉60岁的郭林，他们在他的胰腺内发现了2.8厘米的肿块，肝内有3个肿块。医生的话如同晴天霹雳，震懵了来医院做胆囊痛检查的郭林。此时的他根本不相信眼前的检查结果。郭林有一个十分幸福的家，丈夫是设计师，两个漂亮的小外孙和他们住在一起。在这个富庶的北欧国家里，处于半退休状态的郭林含饴弄孙，写写画画，生活惬意得不得了，偶尔还会回到学校做一点简单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做职业的培训，像一些失去工作的人，我教他们技能跟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式，怎么去应聘这个工作，这是我工作的一个部分。带着一颗沉重的心，郭林离开医院。外面的风很冷，看着满街生动的笑脸，郭林觉得此时的自己很无助，于是他给丈夫和女儿都打去了电话。那一天对于这一家人来说，等于世界末日的来临。我丈夫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按照正常的理解，其实西方男人可能在传统的观念里，哪怕他伤心也不善于表达出来，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他们一般都会适当地表达他们的感情。像我的丈夫一样，他非常难过，他在我的面前流泪。郭林做检查的是丹麦最大的医院，等待活检结果成为一种漫长的煎熬。擦干泪水的郭林开始在网络上寻找胰腺癌的相关资料，而电脑中的字字句句更让他的心在抽紧。一周之后，郭林的活检结果出来了，胰腺癌伴肝转移。医生没有隐瞒他，告诉他胰腺癌可以化疗，但是不管什么治疗，生病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当我查完网站之后，知道这个病一般正常情况下只能活很短的时间。我想我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我再也看不到女儿和外孙子长大了。我就告诉我的女婿，他是一个导演，我让他给我一些短片，让我看一下全世界这些人的情况。每一年死的人那么多，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就想去了解这些东西，这些感受，然后可能自己就可以接受死亡的事实。但是表面的镇定还是难掩心中的痛苦。难道郭林只有死路一条吗？不管经济还是医疗水平，丹麦都属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即使这样，医生也没有什么回天之术吗？郭林心中充满绝望。患病之前，郭林有胆囊炎的毛病，而进行的多次常规检查并没有发现他的胰腺中的肿瘤，这让郭林一家人困惑不已。郭林和女儿开始在互联网上大量检索胰腺癌的相关资料，可是查来查去，眼前的一切让一家人的心几乎降到了冰点。资料显示，
郭林所患的胰腺癌是一种被称为癌王的癌症，能手术切除不超过5%，即使切除能生存一年的人不超过20%。伴随肝转移者属于第四期，生存期平均2.8个月。许多名人，像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就死于胰腺癌。望着家人忧伤的眼神，郭林心如刀绞，可是对于死亡却开始变得淡然了。我最直接的感受是，我嫉妒别的朋友还能活那么长时间，我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可活。但是相比那些在街头吵吵闹闹的夫妻，我觉得这样活着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每天的生活都在重复着，只有我们活得更精彩，那才会更有意义，要不我还不如死掉呢。郭林告诉自己不能坐着等死，于是他接受了丹麦医生唯一能提供的以间择药物为基础的化疗。尽管他知道这种治疗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但这是每个癌症病人似乎都必须经历的常规。他每天都在担心化疗的副作用，他准备在自己的头发掉光之后安然离开这个他万分珍爱的世界，不给丈夫和女儿留下更多的痛苦。化疗非常的痛苦，包括我们一般说的累，还有发烧，还有呕吐都有。但是我尽量去做一些事情，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比如说去散步，去看一些展会，就是说尽量往脑袋里多装点东西，与化疗无关的东西。我有一个挺好的办法，当去接受化疗的时候，我在想，我的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爱我的人，谁更爱我？在我的包里通常都有一些很小很小的纸条，在想着他们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把一些小小的东西都记录下来。最最接受不了眼前现实的是郭林的小女儿西格尼，在她的眼中，母亲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热爱生活。没有母亲的日子，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自从母亲生病，她就一直守在母亲的身旁。女儿是最贴心的，她只想母亲是活着的，她不愿意看到我接近死亡。一期化疗结束，两个女儿带着郭林飞往美国就诊，可是他们所面临的诊断结果和治疗与丹麦没有什么两样。母女三人在异国的土地上失声痛哭，带着绝望，一家人回到了丹麦。此时死亡真的在向郭林一点点靠近。时间就是生命，家人决定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救郭林的命。于是一家人决定抵押掉哥本哈根的房子，带着钱到中国去。丹麦的医生听说郭林要去中国，直言说这一家人是不是疯了。因为他待在那儿接受唯一的化疗，他只能等死，无论如何都会死。他去做过2次化疗，我们很快决定去中国。其实我觉得其他身外之物并不特别重要，比如说房子、车子、吃好的、穿好的，我觉得生命更重要。本来想就这么安然离去，带着丈夫、女儿和小外孙的爱，她已经知足了。连美国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又会怎样呢？可是看到家人做出的决定，虽然自己没有抱什么希望，为了不让亲人伤心，郭林也决定去中国。我去广州之前花了很长时间，把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全部都整理好洗干净了，准备送给我的女儿。我就觉得我去了之后再也回不来了。飞越万里，陌生的国度，他如何找回生的希望？最后一搏，中国医生怎样让他摆脱死亡威胁？健康之路周刊万里求生正在播出。
2008年的3月，为了省下钱治病，61岁的郭林孤身一人飞往万里之外的中国广州。在这个遥远的陌生国度，郭林能否找到生的希望呢？让郭林想不到的是，刚一到广州，花城的气息就让郭林感到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来到广州复大医院，郭林就受到了医护人员亲人般的接待。眼前的一切甚至有些让郭林有些措手不及，原来在心里装满的不安瞬间简单了很多。这里各个街道都有绿色，随处可以看到一处草地什么的。我觉得广州这个地方可能比较接近我心里所想的地方。来到复大医院，郭林发现这里可以说是一家国际医院，在这里有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病患，非中国籍的患者超过了50%以上，他们大多来自北美、大洋洲、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而郭林则是唯一来自北欧国家的患者。入院后，医生们马上为他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身体检查。应该说他能够选择到中国来看病，这是一个非常大胆也是无可奈何的一个尝试。那么来到我们医院以后呢，我们给他做了CT， 后来又做了 PET CT 检查，发现了这些病灶。检查结果不禁让医生们的心都提了起来。根据病情判断，郭林在丹麦的化疗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万里而来的郭林依旧面临的是死亡的急速靠近。那么在这里，郭林就能逃离死亡吗？虽然面对的是一张张亲切的笑脸，他们真的能救自己的命吗？郭林依旧是万分的担心。他说，你们这里病人会不会说老是问你们医生问题，他说我会不会做这种我的这种方式会不会说对你这个医生造成很大的困惑了。怎么说？我说不会，我非常希望他能够提出更多的问题，因为只有通过提问题，我们才能更好的沟通嘛，我才了解他是什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沟通好了之后，对他的病情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慰治疗作用。此时郭林最想弄明白的问题就是，因为自己有胆囊炎，也定期做了检查，怎么就没能在早期发现这可怕的胰腺癌呢？在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消化器官，它在身体的后腹膜很深，很深的位置，所以它表面长，它长了一个肿瘤小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症状，静悄悄的生长，所以除了偶尔体检发现之外，还很难发现得了。所以一般的病人等到发现的时候都是有了疼痛啊，或者有眼睛发黄了、黄的，或者因为疼，或者因为有梗阻了，大概就这三种因素以后才发现的。现在到这个程度还肿瘤已经比较大了。虽然在自己的国家有着先进的医疗体系，自己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是郭林并不了解太多的医学专业知识。癌症之王，医生们的解释不禁让郭林倒吸了一口凉气。晚期的胰腺癌会造成胆总管的堵塞，从而出现黄疸和严重的肝功能损害，肿瘤还会压迫12指肠，造成病人不能进食。有的癌症把人痛死了，胰腺癌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癌症，将人痛死，很恐怖。是。此时郭林虽然没有出现黄疸和剧烈的背部疼痛，但是他已经明显地感到自己与日递减的食欲和急剧的消瘦。孤身一人来到中国的郭林开始感受到真正的恐惧，毕竟在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入院3天后，医生们开始为他进行介入治疗，有些类似于在丹麦进行的间泽化疗。总体来讲，药物治疗对胰腺癌的治疗愈后效果是非常不好的，非常悲观，所以最有效的药物也无非就是将病人的生存期延长1到2个月。
既然只能延长一到两个月，那自己干嘛要飞越万水千山来到中国救治呢？直接在丹麦做间择化疗不就得了？郭林有些困惑了。他找到复大医院的徐克成院长，想要弄明白接下来的治疗有什么不同。癌细胞并不都是在那儿张牙舞爪的，它可以休眠睡觉。我说如果说我们采取这些方法让这些癌细胞休眠了睡觉了，让它不去侵犯我们人体了，让它跟我们人体和平共处了，人的生命延续下来了，肿瘤可能还存在。这是一个全新的科学理念，从丹麦来的郭林也从没有听说过。郭林告诉自己，既然已经来到中国，这没准就是最后的希望了，无非就是最后一搏。有了这样的想法，郭林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我开始的确是一种尝试性的心理。其实从我来到复大之后，从他们整个诊疗过程、治疗方案的确定、检查，我就觉得这个环境相对丹麦来说要好得多。他们特别关注病人，为病人着想。然而，复大医院医生们的心里并不轻松。面对这样一个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的病患，他们能做的就是拿出最大的努力，帮助郭林逃离死亡。很快，全院的大会诊就此展开。复大医院的徐克成院长、牛立志博士开始率领全院的专家，开始为郭林制定了缜密的治疗方案。那么，复大医院到底要用怎样的办法来救治郭林呢？直接针对他肝脏，直接针对他的胰腺，直接的用这个药物注射，提高局部药物的浓度，达到一个比较低的剂量，更好的杀灭肿瘤的效果。这是给我们做冷冻打基础。对。那么这种冷冻治疗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难道连发达国家的医生都束手无策的胰腺癌，中国的医生就能够通过冷冻治疗延长患者的生命吗？复大医院的牛立志博士给出了科学的解释。实际上我们冷冻治疗最早不是用在胰腺癌的，因为我们主要是用在一些肝癌啊、肺癌这些实质性的肿瘤治疗中。问题是以前的冷冻主要是靠液氮，这些冷冻只能冻到表面，对深部的肿瘤冷冻效果做不到了。但是现在有个新的这种压害刀的这个新的冷冻系统呢出现，可以实现我们深部冷冻的这一个设想了。美国1998年首先批准应用压害冷冻技术治疗前列腺癌和肝癌。2001年，奥地利医生考珀提出了手术中冷冻治疗胰腺癌不仅有效而且安全。中国广州复大医院在应用经皮冷冻治疗1000余例肝癌的基础上，首创了经皮穿刺冷冻治疗胰腺癌。到目前，他们用这种方法治疗的40多例进展性胰腺癌患者，一年生存率高达63%，有8例生存在2年以上，1例已经生存了4年8个月。这个方法不单外国人质疑，包括我们中国人也有人会质疑。因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一定会有它的好处或它的欠缺的地方，也就是通过临床试验不断来总结一个东西有没有生命力，一定要看最后的结果，不能看一些小。我认为现在还只是一个初步的阶段。通过和医生们的不断沟通，郭林觉得自己好像真的看到了希望。与此同时，他还在不断地把在这里听到的好消息告诉万里之外的亲人，好让他们放心。精神好了很多的郭林也让医生带他到广州四处转转。渐渐地，郭林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广州。我觉得中国就像家一样，这里的环境、这里的食物还有这里的人，感觉各方面并不像其他国家一样可能会趁机宰一把，夜里出去的时候可能会遇上打劫的，但是我目前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晚上经常出去玩，觉得很安全，觉得很舒服。而此时复大医院的医生们还在进行紧张的术前会诊，
希望拿出万无一失的手术方案来帮助郭林真正的逃离死亡。我们面对外国人，其实我们是一个中国医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代表了中国形式，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让人家一些诚实或者一些客观有效的东西。我们所做的事全都必须是面对病人，或者我们必须要一个真实的东西给他们。在想，所以到现在不管我们治疗的效果好和坏，至少我觉得心里很安心，我们是在用心在做事，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确确实实的，这些技术都是在某一方面一定是为治疗肿瘤有效的。2008年4月初的一天，郭林在中国广州复大医院接受了经皮冷冻治疗和125碘粒子植入手术。医生在 CT 和超声内镜的引导下，经过皮肤穿刺，将2毫米粗细的冷冻探针穿入胰腺肿瘤内，然后高压输入氩气，使探针头部温度在10到20秒内迅速降至-160度，将癌细胞冻死或凋亡。为了提高冷冻疗效，他们又将125碘粒子植入到冷冻区域的边缘，让碘粒子放射出短程伽马射线，照射癌细胞与冷冻形成相辅相成的作用。仅用了2个小时，郭林的手术就顺利地完成了。术后5天，郭林就走出了病房，来到广州人民公园，和这里的老人们一起翩翩起舞。我最羡慕的就是每天，不管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些中国的老人家，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不管他们看起来怎么样，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我就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半个月之后，郭林带着中国医生的祝福飞回了万里之外的哥本哈根。2008年10月14号，广州复大医院的医生应邀前往丹麦，在机场，郭林和家人挥舞着5星红旗迎接中国的医生。然而15号就是郭林在丹麦的医院接受 PET CT 检查出结果的日子。15号上午10点，郭林拿到了他的检查结果，未发现任何肿瘤存在的证据。此时的郭林也只能用激动的泪水来表达对中国医生的感谢。我非常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是中国的医生给了我这样的机会，重生的机会。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在女儿希格尼的心里，那个美丽的中国童话真的实现了。这一切比梦还要美丽。为了防止肿瘤复发，2009年2月，郭林带着幸福再次飞往广州接受免疫治疗。郭林说，这里就是他第二个家。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